住北投的亚太饭店，好日式哦。哇，汤匙真的超大。哎，我们穿了浴衣，人家超赞了，超赞。嗨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是2021年的第一天，1月1号。然后刚好今天就是连假嘛，礼拜五。我们第一天要先去住北投的亚太饭店，好，出发吧。住的是3楼，然后它比较特别，就是它大厅是在最高楼层7楼。我们的房间到了，餐厅要了，好日式哦，哇，好特别哦，还有电影，超可爱的耶，它这是小客厅吗？对，客厅。哇，好多银锭水果，还有那个饼干，它的那个。棉被都哦，他帮我们铺床，就是在讲这个，因为它是床垫，那是一个小空间，然后所以他的房间不大啦，就是睡在这个地方而已。然后我们有一个小小汤屋，哇，他的浴室就真的是超级专业的，这边好像是会泡脚的吗？还是什么？先洗手是不是？然后还有附个 IKEA 的哦，还有这个儿童被品哎，我觉得很棒。这个是没有特别的牌子，它的汤匙真的超大的，大概我觉得5、6个大人在里面都没问题。然后有分热水、山泉跟温泉，哇，好棒哦！哇，它给了8罐水，超厉害。然后还有咖啡包跟茶包吧。看一下它的冰箱，哇，还有4罐饮料哎，好可爱哦！原来他问那个年龄跟性别，就是要给我们浴衣用的。而且他的这个 view 是完全不怕人家看，所以在这边裸体呀、完全是没差。应该只有赖爸会裸体。刚刚忘记看厕所了，哇，看一下，他真的很细心哎，他的备品就是。有儿童的这种，有儿童的这种就是加分。然后它的免治马桶跟我们家很像，就 Panasonic， 我觉得还不错。吹风机看一下，也是 Panasonic， 我觉得不错。其实我觉得这支虽然不是很专业，但是我觉得这支很好吹，好像跟大西威斯汀一样。嗨，看一下它的衣柜。这是什么逃生袋？然后我觉得可以看一下他的那他给的拖鞋，他的拖鞋是这种，但是它不是正品，所以不能带回家。他饼干超好吃的，听完吃，爸爸我要听你刚刚讲那一段。小菜，买电器找小菜，免比价最低价。你太给了吧！这是他的公共设施的时间。哎，我们穿了浴衣，人家他发的很可爱。一楼这边是全裸的男女汤，还有温水游泳池室内的，哇，真的是很棒。漂亮的，它这边还有那个咖啡跟那个泡茶，还有脱水机。这边有大型的浮具可以借，可以拍照，很有趣的那种。哇，它这个可以。很好。哇，这边很乖耶。
哇，晚上这边超美的，有一个。新北投这边，然后看到这个排队超多人，满来拉面。哇，它的拉面还蛮贼超的，而且100多块，我觉得 CP 值蛮高的。是1月2号的早上，然后我们要去吃早餐。那座位超好，是在最角落的一个，算是半露天，很漂亮。看一下咖啡跟茶，果汁，面包果汁，吃饭就可以餐。这就是优格沙拉，吃饭可以。然后。这是炸物，那要有白饭吧，豆浆，然后哇，好烂的粥，然后一些咸食，章鱼丸，这看起来好吃哦，樱花虾炒饭吗？炒蛋，这个应该是。小馒头，好，拿的早餐，现在种类不算多啦，然后小朋友已经吃了，吃得很开心呢，还有。炒蛋，服务收的还蛮快的，所以好吃吗？好吃。看，我嗨，手机啦，吃慢一点。这是一楼的那个游戏空间，然后这是我们昨天的那个游泳池。那这个 ARVR 等一下是要先去柜台报到。哎，这怎么那么好玩啊？这也是 ARVR 哦，好特别哦。这边还有一个 DIY 的 room 吗？还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什么？哇，哇，这里。海洋世界，哇，这个应该就是可以直接玩吧？咦，我是河豚。碰到鱼。那个很多种可以选。我卡住了。爸爸看的那个荧幕就是在那个上。爸爸看起来好像孤居老人在开车，好可怜的感觉。海洋的，它是跟故宫一样，是你先画自己的那个东西，然后投影上去，再做互动。扫描，有找到吗？他说有点红红的，尾巴有点红。这是你的、哦，你画的、哦。怎么掉出了？
好，我们要 check out 了，刚刚在门口拍一张照片，然后他 check out 我觉得算快了，可能柜台很多人，然后这边有接驳车都可以到那个捷运站，到应该是新北投火车站吧，然后是有一个像是市集的东西，蛮可爱的耶。哇，你看新北投站，要记得戴口罩呢。哇，那个窗户在动。假的那个行李箱，哎，好可爱哦！参观戴口罩，附加口罩拿下。开书包。好速喜哦！小浴场，其实这个小的已经跟我们饭店一样大了。我要去打。我的影片结束了，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亲子饭店还有亲子景点介绍的话，一定要订阅我，并且开启小铃铛才会看到最新通知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